刚看到的台什么车？标准的战斗头灯，绝佳空气动力的赛道车身，700cc 的排量，73.4匹的最大马力，多功能的液晶仪表，竞技的驾驶旗帜，极具运动的外观设计，真的是百看不厌。能合法上路也能下赛道的车款，这下你总该猜到它是谁了吧？没错，你的军卡雅马哈 R7， 今天它来了。来点纯正的味儿，1966做头饰，偶尔也有坏习惯，我爱拿生命做头饰。漫步在夕阳之下，我吸收日月精气，擦枪走我秦小心。彻底追求极致运动的设计，迷人的声浪，赛道化的操控，骑乘值是速度的代表，停放值是绝佳的艺术品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如此帅的车款，那别忘记按下订阅。董王龙仔不只有 one。